有双鸟的啊，才会还得上衣，还得是大衣服，才会有一个防尘袋。忙了半天了，然后找个地儿吃点东西。我想吃点 NW， 但是没有，只有赛百味，赛百味。我觉得赛百味，妈呀，他怎么这么觉得？我有点儿，我下次我可不想吃赛百味了。我一看完他的做法呀，我觉得我来吃赛百味有点草率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咬不动的，一杯咖啡加一个这个是8块多钱，也就是说合40-50吧。怪不得人家就想喝正经八百咖啡店的咖啡呢啊！这个星巴这个赛百味的咖啡真的不好喝。好了，出发，下一站，下一站去糖糖。这是第3站，结束，第4站。这个双鸟飞行员的这个棉服，除了这黑色的没有 M 都有啊，M 码选另外一个颜色，很接近黑色那颜色啊。有一个衣服架，但衣服架不给拿回去了啊，衣服架没有用，也不好用。行，今天这是最后一站了，这到此结束了。你说买点东西，我从早晨10点出来，现在已经下午3点了，差不多，我到家可能都得3点多。我天，也5-6个小时呢。好了，现在去结账。看着这天儿，是不是没有云彩？但是它又会小小的滴点雨。看我后面这棵大树，我觉得太好看了，金黄金黄的。忙活一天的战果，好后吗？